兄弟们 ，Mate 40 Pro 是华为最受欢迎的一款手机哦，也是最保值的一款手机。作为2020年上市的一个旗舰机款，到现在还值不值得入手？今天就帮贵州的粉丝淘了一台8256的，他要求夏日胡杨哦，5G 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成色到底怎么样？他要求95芯哦，他预算有限哦，现在只要原装没有拆过了就行了。我们看一下这树皮，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漂亮，有点偏绿色的感觉哦，也是没有破损哦。看一下它摄像头，这是像素是最高支持5000万像素哦，50倍变焦。边框我们看一下，边框是有点磨损的，像这种95芯的，一般都有点小磕，但是不是大磕碰哦，小磕碰。但是这台整体还是挺不错的哈、哦，给它在市场也是找了很久。这 USB 有点磨损哦，正常使用痕迹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屏幕，没有打过磨。我们看一下这屏幕上面还有一点细微划痕哦，像这种我们不会去打磨，打磨的我们也不要，因为它打磨的话把屏幕打薄，很容易碎哦，很容易坏。它的屏幕是采用了6.7英寸的一个曲面屏哦，还是挺漂亮的设计哦，反应速度也是不卡顿。看一下，关于手机已经升级了鸿蒙系统 Mate 40 Pro， AN 就是5G 的意思哦，5G 在这里区别 AL 就是4G 的意思。8256麒麟9000的绝版处理器，这款是采用了4400毫安的大电池哦。但这台有磨损的市场我们是2700，安排下来就是3000左右，给你们赠送壳膜保修半年哦。如果还要成色好一点的话，贵个300到400左右哦。如果你们有3000的预算，想买一款华为的旗舰机，又是支持 5G 的哦，这款是不错的选择哦。我自己也体验了1年多，不管是在电池还有信号方面，可以说在3000档位是遥遥领先的哦。因为它是麒麟9000的绝版处理器哦，5纳米的工艺制成，功耗小哦，电池就非常耐用了，信号也好一点。这个绝版处理器哦，华为的信号好也是大家公认的哦。好，今天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，如果想了解华为手机可以持续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 Nice.